钥匙好像不见了。你不是一直都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吗？你是真的不见了、啊。前面呢？找过了。我怎么不小心哎、欸？应该是在这个沙发。哎、欸，有50块。继续找。我好像找到了。阿丽。总是那么粗心，以后谁要照顾你啊？怎么没有戒指啊？那以后谁来照顾你？